各位觀眾，我做一個今個禮拜就係我哋嘅萬不同集第20週嘅第三輯啦。因為琴日嗰個係金融嘅特別專輯啦，咁所以我星期四都要做翻一個節目嘅，因為呢個係regular 嘅節目。但係我諗個題材咧，我想繼續係講呢個金融或者查良鏞先生再講翻少少嘅，就係我喺個節目出咗街之後咧，就發覺咧原來係李柱銘。就提過關於呢個兩茶方案嘅問題。咁其實我諗我係絕對相信 Martin 嘅，即係話其實呢啲都係一種無謂嘅追憶啦。但係我哋要還翻一個事實嘅公道咧，就話原來兩茶方案裏邊留咗一個伏線，而呢個伏線咧就係有一個公投嘅成分。咁呢啲就係歷史嘅偶然性啦，因為其實如果唔係1964民運同埋最後天安門嘅鎮壓咧，查良鏞就唔會喺咁嘅情況之下離開咗呢個基本法嘅草擬。咁其實兩茶方案係有機會實施嘅，即係我哋要同大陸要討，即係或者同中共咧，係再講翻喺80年代要同佢做一個。即係與虎謀皮咧，就要講一啲智慧嘅，即係可能個直選嘅速度或者表面上未必配合到一啲人嘅意欲，但係如果我哋能夠留有一個公投嘅伏線，而係我哋可以香港人真係選擇一個唔同嘅政改模式咧，這個如果到時就會變成一個殺手鐧。查先生係一個反共嘅人。在歷史上他能夠成就到他那個商業的王國，是因為他反共和有香港的土壤。我想這件事要多次強調的，就是當我們在這裡說我們 要知道這個飲水思源這件事怎樣來的時候呢，有一些五毛黨就會說，那英國人有沒有給民主你？我現在根本沒有跟你說民主的問題，我就話，如果冇英國人保護查良鏞嘅生命啊，佢有冇咁樣嘅勇氣或者膽量可以留翻喺香港發聲咧？即係呢個係咪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咧？係嘛？咁點解即係英國人要保護佢生命，我唔知啦。但係點解我哋中共嘅政權要毀滅包括林斌？或者查良鏞等這些人的性命呢？因為他們說一些政權不喜歡聽的話嘛，而是引起很大的反應和得到民眾的支持嘛。我們說了這件事就可以了，就好像最近我的面書朋友廖益武呢，就是他在德國支持留下，他是一個國內逃亡去歐洲的異見人士，他在美國和樓下出席一些會議和發表演說的時候，他公開說因為川普或者特朗普的這個貿易戰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元素，造成有個這樣的空間令到樓下可以獲釋。因為德國和中國有很多經濟上的利益，而德國本身是堅持這個人道精神，所以現在的中國的北京當局呢，是為了在這個貿易戰的惡劣形勢之下對德國作出讓步。而廖益武說出這個事實，認為 Donald Trump 的這個政府改變了美國對華政策，創造了這些空間，竟然被一些左膠去罵，說為什麼你要感激 Donald Trump？ 說事實都有罪，你明不明白？所以我認為呢，這些事我們一定要留意的，就是說我們要還回事實一個公道，我們要看清楚現在的方向。我再說一次，中美關係自從尼克遜打開北京的大門到現在，這個2012年中共的新政府成立，以及最近的19大，再加上這個貿易戰和特朗普的政權對華政策的
大幅改動180度嘅轉變，呢個係40年政策嘅大逆轉。呢一樣嘢係關乎人類嘅未來，我哋唔可以單純以中國人嘅身份去講。如果冇呢啲國際大氣候，冇當時香港特殊嘅地位，再講翻查亮翁就有次難展，根本係做唔到任何嘢嘅。如果查亮翁當日佢對新政權嘅熱誠，同好多嗰陣時上海或者北京或者中國嘅好多知識分子一樣，佢哋留翻喺解放之後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我諗佢喺文革之前喺反右嘅時候已經死咗。我哋仲有冇一個血肉之軀去表達我哋嘅意見，去創造一個咁樣嘅商業王國咧？我哋究竟認為英國殖民地政權犯下咗乜嘢罪行咧？係咪啊？即係我對嗰啲一腔簡單嘅民族主義，但係罔顧事實嘅人，我係非常之不齒嘅。查先生有遺憾，佢1991年講過，佢覺得自己有生之年見到中共政權嘅崩潰。佢晚年嘅時候仍然同北京維持友好嘅關係。我哋唔可以求全責備。如果但係我認為佢當年喺64之後嘅舉措咧，起碼都係維持咗人嘅尊嚴。我哋好多香港人講得漂亮，頭上戴住光環，其實佢係醜惡不堪嘅，係嘛？咁我諗呢一樣嘢咧，我哋必須要記住嗱。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喺休息之前，我俾一個圖你睇。咁我翻嚟咧再講巴西嘅新政權嘅問題。嗱，頭先嗰幅圖咧就係、是、巴西嘅後任總統波素勒魯啦。波素勒魯咧就被標籤為一個極右嘅政府同埋偏激嘅極右政府。咁即係究竟係咪咧？我諗其實我睇到好多巴西人巴西嘅知識分子、巴西嘅保守派知識分子同埋反對左派或者對呢個中共提有好大嘅憂慮嘅一啲知識分子，同埋對最近呢10年8年喺拉丁美洲出現嘅一種嘅左派逆流，基本上就以呢個已故嘅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代表呢班人，佢哋對呢樣嘢咧係心存戒心嘅。咁所以其實波素勒魯究竟係咪好似某啲人咁講係一個惡魔咧？我哋仲要待觀察。我哋知道咧就係最啱啱我睇咗篇文章咧，就係呢個國家地理雜誌咧就話對呢個究竟巴西的熱帶雨林在新的政府之下會不會受到威脅呢？他仍然是持有一個疑問，因為他訪問了很多巴西的政界或者知識界或者是環保人士，他們認為巴西有現行很多政策呢，你是很難走回頭路，很難真的說對這個原住民在這個熱帶雨林裡面那些保護區咧係可以急劇地作一個好大嘅破壞性嘅發展。嗱呢樣嘢咧，我唔會幫佢講説話，因為我所掌握嘅資料咧就係話喺競選嘅時候咧，波素勒魯咧就有啲承諾，就話要發展個經濟，但係去到實質嘅做法嘅時候咧，可能會遭遇一啲真正嘅問題咧。佢嗰個聯合政府或者佢喺政府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咧，會對呢樣嘢咧就作出一個理性嘅分析嘅。咁即係暫時我哋都要觀望，但係我講翻另一個喺南美洲嘅情況，就係厄瓜多爾。厄瓜多爾嘅前幾任政權咧，都同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一個非常之友好嘅關係。佢哋因為國家嘅盲目擴張、經濟發展過熱咧，佢就國家即係政府嘅開支咧係資不抵債嘅。咁佢接受咗好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貸款，佢冇法子償還，於是咧就將佢嘅擁有的熱帶雨林咧，就超過一半咧，就賣咗俾中國。我哋知道咧，而家喺亞馬遜裏邊嘅原始森林咧，除咗巴西擁有最多嘅咧，就厄瓜多爾。如果厄瓜多爾將呢啲咁樣嘅人類或者地球嘅段億年計嘅儲藏嘅寶藏同埋資產賣咗俾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想問一下那些左膠，你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買了你是否做博物館或者做郊野公園？我想大家要分析一下這件事。其實現在這個新總統波蘇勒魯上台，他最大的吸引力呢就是他反中國，這件事我是值得我們三思的。歐洲有一個大逆轉，澳洲、紐西蘭、加拿大都有強烈的反華的情緒，這件事不是一種民族性的問題，因為在過往幾百年的歷史，華人在海外呢 是沒有遭遇到很大的厭惡或者排擠，除了在東南亞某些國家，他們被視為一些逆來順受的甘願被奴役的一些聽使聽話的人。但是自從這個大國崛起之後，情況有變化，現在在非洲也有很大的反彈，巴西是一個明顯地敲響了一個很大的警鐘，如果你是北京的政策當局，你看不到這件事呢，我認為是自掘墳墓。不過當然呢，他怎樣做呢有他的自由，我是即是就事論事而已。但是如果一個政權的摧毀可以得到人類的新生，這件事也不是一件壞事，我們請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見，拜拜。